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面双 Live， 我是马面人。这回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双踏技巧 Feeling 的 Part 2 Group。这个技巧呢，需要花点时间思考，因为它与过去我分享的乐理组合方式不太一样。在这篇中呢，我是以16分音符40作为主弦基础，并在加入了大鼓之后呢，以6个为一组，因此形成了谱例中这样的组合。依然是演奏16 bit， 但之前的表现中呢，有两个以6颗为一组的乐句，会让人产生有6连音的错觉。接着，我以同样的概念将这些句子移动到痛上，让乐句的声音可以更多重些。了解这个观念后呢，各位可以试试不同的组合方式。以16分音符为例，一小节里有16个点，那么就可以用多少加多少最后等于16来编排。例如5加5加6等于16， 6加4加6等于16， 3加4加6加3等于16。影片中的示范呢，是将大鼓放在手4下后呢，再加上脚2下，而这也是对我来说较直觉的组合。各位也可以试试上述的编排方式，找出自己较直觉的组合逻辑。这期的马面双Live就到这边，若你有相关的问题或想分享给我的呢，都欢迎私讯给我。除了粉专外呢，我也有官方的 Live 账号。最后呢，我要工商我的第一部教学影片《马面熟双踏攻略进修篇》的线上课程。这套设计给双踏入门者的课程呢，除了引导进入双踏入门学习外，同时也包含了训练四肢平衡、双踏拆点观念、乐句编排概念的进阶课程，相信可以给你一定程度上的刺激，让你有不一样成长。以上感谢你的收看，若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按赞分享，也可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你的杂症。马面双 Live， 下回见，拜拜。